一起送上满满的祝福。两位可以看到他们的装扮非常的好，像是九零假日晴穿的满版 GG Supreme 印花针丝绸洋装，完美展现出漂亮的曲线，还有服装的特色，以及一批张震的这一身穿搭，展现出十足的意大利男人风格，简洁又呈现出时尚的造型。今年受邀加入美国演艺学院新会员邀请名单的金马影帝张震，最近也释出了最新的动向，携手24位明星朋友打造格式化有声书。稍后也请两位可以跟大家分享他最新的动态。带上正前方，谢谢。两位首度一起同台，就是为了欢庆 Gucci 台北101旗舰店的盛大开幕。而先前两位也已经先行逛过了店内，稍后我们要来请教一下，有哪些地方是最想要推荐给大家？我们再请两位看一下，正前方，谢谢。以及左方有非常多的媒体朋友在黑龙这边，也麻烦两位视线好吗？谢谢。我们再度将视线回到了正前方。那么也麻烦两位可以看向正前方，有一位动态摄影师，官方动态摄影师也请帮忙捕捉两位的完美画面。谢谢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个人的单拍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张震先稍微稍待一下？蕾丝的滚边流露出非常柔美性感的内衣，搭配的是最新的主打 Gucci Horseman Chain 马型链包，性感之中又带点个性的冲突美感，非常适合着 Win。好的，非常感谢，谢谢 Jolin， 谢谢。那么也请 Jolin 稍。张震穿着的是 Gucci 2023秋冬男装的大衣，大衣的宽松版型搭配复古色调，简单又能够呈现出时尚的造型。最后更是搭上 Jack 1961肩背包，这是十足的帅气有型意大利男人的风格。好，左方麻烦您的视线，谢谢。中间之后右方也有很多的媒体朋友们需求画面捕捉，那再麻烦您看向右方，谢谢。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还有摄影大哥们，也谢谢张震，请您继续留在舞台上，我们也再度